来吧，石头人儿，这肯定是得腐败药水了。这组个 Q 吧。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。哎，现在这，哎，有没有那种就是不按 Shift 就可以显示更多信息的这个设置啊？界面不对吧？啊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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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也不得劲儿啊，没以前好用啊，感觉。谢谢我超爱豆豆的飞机，谢谢超爱豆豆的飞机。学个 Q 上来，我先 Q 你一下子。等个包皮不是，等个被动啊，我 Q 你一下。哎呦，我这强攻打的我有点疼。没事，他多蓝盾啊。这三下打的我也是有点痛，再抠，小老妹儿，你是真不知道是死字是怎么写，我这一看呢。你要是喊，你就别让我抠了你啊！来三级抠，我们就死亡死抠。下回他再敢往上滚，我们就直接一手往前走拍地板，明白吗？不跑了，下回。前几波给他一种我们要跑的这种错觉，这波等个皮。好。抠完，哎，这回不跑了，哎，我前几回跑，这回不跑了，傻了吧？如果你玩一个近战，他玩一个远程，你上来抠他一下，然后他绝对就是先往后撤，再往前追，你知道吧？他不可能不占便宜。哎，这回不跑了，这就是前面给他的感觉，明白了吧？吃个药，我们把馅清了回家。看看石头人应该出点什么 AP 装，现在别管啥，咱先来个大棒，指定是没毛病。哎，别管啥，先来大棒，指定是没毛病。所有的应该都要大棒，除了这蓝莲汉的苦楚。啊，对，其他的都得要大棒。先拿个大棒。炉灯获得法穿，黑暗收割者获得技能极速。马上升了，你死不死？想补刀？那不可能。那小兵就非得打我一下，哎呀，真是很烦呐。
回家了呀，这是啊。我觉得咱出个推推棒的好一点，不过呢，这推推棒呢又不加冷却。我想把石头人的冷却给他堆到满，这样杀人不就快了吗？对不对？一个大一个人头，你石头人就靠大招活了。那我们这把黑焰收割，有人有意见没？点烟，你是 AD 上路战，非得要跟我咳一下子，那就咳，对不对？那就咳，你看看是你死还是我兜，还是我死，还非得要跳我一下子。压了，厕所回城，咱也不回了，哎，咱也不厕所，厕所老让人发现，你知道吧？这指定是进来查眼来了，我们赶紧回家啊！我就决定这把来个暗夜收割者，这个给我们家技能极速，挺好，就决定这个了啊。还能杀完人，还能给我们提供移速，这多好！你看看，这玩意儿不好用，这玩意儿好用，这玩意儿不好用，这玩意儿一般般，一般般吧。这炉灯一般般，炉灯技能极速只加10。干什么呀？这是干什么呀？我插个针眼往草丛里头一钻，他都没办法进来。好帅啊，这什么皮肤？走，堵他。交闪。等他交闪。抠，不交闪我就抠死你。你爱交不交，对不对？我无所谓嘛。走，支援一波，这波可是可以来啊！咻，哇！你就别想着抢人头了，你这个逼！你这个时候你就赶紧杀维克托，还想着回头抢我那机器人的人头，你是真恶心人，我发现。黑暗封印。没了吧，双 buff。 推推棒跟黑暗收割者中间那个，这不好用，这玩意儿呢，我吸血，我吸啥呀？我要这吸血干啥呀？玩个石头人还要吸血呀？我们直接去把这螳螂给他杀了。哎，找到这螳螂，先把药吃了，移动速度变快。你大爷！嘟嘟嘟噜嘟嘟，
兜，我都知道你要回来，来吧。哎，还追呗？嗯，还追？那阿卡丽可搁我右边呢啊，我就不去了。要不是有这维克托，我今天绝对把这维恩杀了。嗯，我怎么感觉这波的螳螂好像要过来复仇来了呢？往哪跑？哈哈哈！走位不错啊，走位不错，预判失败。走位不错，小伙子，来个法师之靴吧。哎呀，算了吧，哎，不行，只能来法师之靴了。我就说那螳螂得过来复仇吧，他肯定得过来复仇，你知道吧？950块呀。这波杀维恩的话有机会，他应该往前跑了。哦，跑了，跑得好快啊，撤得有点快了。这波他有没有虚弱不知道啊，不过我们一套秒他应该没啥太大问题啊。那一个扣打了他半管血，我操，这是痛，是确实是很痛啊。这收割者有点厉害啊。好，我们一血塔外加塔皮，我操，挺吓人的啊，挺吓人的。他挺害怕呀，我这一看，哼。就是大招吸地有点长，现在。70秒一个，去趟中路啊！这蓝咱就不打了。嗯，3秒钟。把艾瑟先给他秒了。走，上路 Q 维恩去。再抠他一下，我们就慢慢抠他啊，先抠他一下，走走走。
呀，这怎么有个螳螂呢？嗯，人呢？也跑得挺快呀，我瞎了。哎，你为什么不走啊？嗯，可以。回家，出装备。看看下件装备来什么啊、哦？这件装备好像就是这件装备好像有问题，它不是说750码以外。好像不用750码以外，就近身的也行。我看一下啊，大面具帽子，现在还哪能出大面具了？现在出不了面具了啊！你说那个这个面具啊，星界驱驰啊。算了，这些不打了，还是回上路收兵吧。正在呢，这么半天也没有让我遇见人啊！这上路收了两个兵，行吧。这玩意儿加100点法强呢，这个东西，这东西加100点法术强度。让我抠一下。没人儿啊，那地图上的人儿都哪去了呢？谁让我试试我的世界专注啊？你管是谁呢？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有人了有人了，而且这人还带个红，挺好啊。有，身上有那个增伤效果，我看着了。好使，这个是好用的，这可以用。我们大过去直接就是定身效果，定身效果就直接能触发，明白吧？我才200多法强，我都没多少法强。沙音书猫子法传棒，美甲的窃魂卷，好帅的石头人啊！嘿嘿，我已经是全速前进了。刺眼，刺眼，兄弟们，不要让我在地图上看见人，啊！哎，我刚才好像抠了一个小兵，抠错人了，要不然威恩其实早就死了。
把蓝打了，这样我们的大招时间就能再短一点。世界专注是有错误的，多少码定身都有。是啊，多少码定身都有。他这个描述有问题，不用750码以外。再扣一下机器人，再扣一下维恩，再拍一下寒冰。我们22层输了。这个螳螂只要现在敢出来啊，在我大招范围里面，只他有意义都没有用，除非他有闪现。他只要让我看到，他就已经死了。现在不用了，那就维克托吧。你爬，老螳螂，你别让我抠着你。你别让我抠着你。我的车轮哪去了？我轮着呢。这机器人在干什么？兄弟，其他的靠你们了，我走了。你大爷的！我们抠死你！我让你烧！还回来要 W 我还。还烧不烧，小伙子？米其林轮胎人，给个红吧，红其实也没啥用，打谁基本上就是一下。他们家现在包括机器人在内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顶住我3个技能，没有，啊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顶得住我3个技能。这个螳螂可能要过来，2个技能他都没顶住，2个他都没顶住。技能极速为什么才这么点儿啊？不应该。不愧为败那个胜率最高的上单英雄啊。干啥呢呀？要杀我，完了，双杯了。给你个嘴巴子，让你装杯。我寻一个抠能抠死呢，为啥没抠死啊？必须怎么回事呢？装杯了啊！大家不要学我这个样子。队友也没咋过，拉了。队友全死了。像现在这种，我们就得先发制人，变狼啊，就得先发制人。等到对面要等到他们要说我的时候就晚了，知道吧？先跟他们说一下变狼，我们说出来有底气。打个蓝去，找人的去野区，看看野区能找到谁啊？把这眼儿排了吧。我已经
是全速前进了。这人是怎么回事？我们不跟他磨叽，直接用大吧。我这四十秒一个也快。我这603的移动速度可是还行啊，装杯是吧？是不装杯？死了没事儿。哎呦，这不是我不上啊，兄弟，这确实是上不去，没有大了。上一波我记得好像让你跑了小伙子，那么这波肯定不行了。你们看着没，他幽魂斗篷都没有用，我这法穿，我看我多少法穿啊，我法穿40%加48，你让我抠一下，把帽子出了，差200块钱。现在感觉比以前石头人厉害，以前的那个石头人他有点脆，他出 AP 的话上 Q 的伤害也没有那么高。我这捡 CD 又慢，回家了。让我回家啊，让我回家。这人怎么回事呢？呀，唐囊，可恶的唐囊，开大，没事，阿卡丽上高地了，还是有点脆。那旁边没队友，那肯定是脆。那螳螂单挑我有技能，他肯定不好使。这已经比以前好多了，这有血量。杀人书不行，卖了吧，换个沙漏，正好能拖出我们的技能。哎呦！知道该买谁了吧？啊，空这么多技能都能杀，知道该买谁了吧？走，远古龙。没事的，来，远古龙。收到。远古龙这得给他拿下呀，这直接大龙啊，这不大人了，直接把龙打了，1000滴血，我怎么的我还不把这龙给打了。不过这龙不是我拿的，是 ADC 拿的， ADC 怎么能把龙拿了呢？干哈呀，啥意思呀，这上路拆，下路拆，操！他跑得太快了，这属于正常现象，我们大不到也是很正常的。我们就是给他一个大不到的假象，让他以为我没有技能了，然后一个 Q 把他收了。
只有我认认真真的在开打，拿下。